大家，我是阿西。今天早上就弄了这个虾丸啊，然后弄完了，现在没啥事，就过来就钓一下鱼吧，休闲一下，然后泡泡茶吧。现在赶回去也早了点，现在有点海风呢，吹起来呢挺凉快的，休闲一下。钓一回，然后再回去吧。那些鱼在那里吃饵料呢，那么大小鱼都有，成群的。好，上来，钓了。挂，挂在那里了。两千多，挑十番喽。这个石斑鱼也挺大的哦，看到石斑鱼这个花纹啊，很漂亮，这个叫斑，石斑。哎，又来了，这么用力，哎呀，非常不错，白雕，哎，这个四五两重的。几两的，太大一点的就没法钓了，钩子太小了，然后绳子又细的，在这边就只能钓这些了。来，又来了。哦，上了，来，好，又是白雕，不错，上一条了，哇，留这么多钱，好嘞。看来今天这个。流量还行啊，好，然后那个刚才那个钩子刚好钩到生蚝弄断了，然后就再放个一个吗？用亲口当饵料。哎，来了，哦，这条不错，哎，哇，这么大，黑刺，啊，哦，这条五六两了，哇，这个牙齿又这么凶猛，哦，这个有点怕。哦，还好，差点断了，差点勾不住了，这么粗。像这条黑刺的话挺肥的，然后像这种的话，你看在尾部盘那边有一个黑刺嘛，我们这边叫黑刺鱼。好，吃了。哎，又吃了，中了。哎，哇，哎，又是条石斑，像这条也挺大。四五两哦，不错，哎呦，钓的都没时间喝茶了，一下子运气这么好，钓的这几条石斑就数这条最大了，啊，这条可能有个四两左右吧，又吃了，哎，又中了，哦，这力气的，哎，又是，哦，还以为是黑刺鱼。那不是，我们这边叫鲮鱼，这也挺有肉的，挺肥的，四五两了，挺不错。这个好像这个的话，这肉清蒸这鱼，这肉挺鲜甜的。都没怎么吃了。家里边来电话了，喂，好，不钓了，家里边叫吃饭了，哦，都十二点多了，这鱼排就是凉快，都不知道肚子饿。
啊，饵料也吃了，啊，吃了就吃了，不钓了，回去了，回去了，先把鱼干死。然后呢，今天视频就这样的，喜欢的关注一下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